累积凡尘的凉薄，随着风仿若不留痕而过，借时间一滴笔墨，重写下你我甘苦与共，和天地同游。血染土宿命纠缠无解的因果，乱世中未相逢的缘由，并肩踏过了坎坷，重拾了离合，干戈寥落，明月照晨光。我愿执一腔肝胆，铁马战高向云端，只为那一句无憾，生死举不破不换。人言随心意斗转，山河尽处人不散，穿越狼烟再与你相伴。启奏陛下，此番若不是裴侯，滕某就死在那些刺客的手上。裴侯，我敬你一杯。全托陛下洪福，裴炎只不过尽了绵薄之力。今日卫使能够顺利的救回，乃是吉兆。待合约正式签订，朕要在清辉河上举行盛大的游船庆典。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。裴炎，签约一事由你全权负责。是。三郎啊，你的耳朵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您就别拿我说笑了。今日我差点被那老婆子咬掉半只耳朵，丢都丢死人了。是裴炎大意，让那贼人上了三郎，裴炎自罚三杯。小君，别怪我心生怒气，擅自替你将他们法办了才是。阴沟里翻船了是吧？别憋屈，多喝两杯，今天可是高兴的日子。陛下说的是，这种时候就应该喝酒舞剑，难得今天这么好的日子，那魏某就献丑了。惆怅如黄沙，层层累积。雨淋淋，如诉如情，离群的烟雾初落地。
雨夜对影漫展愁绪，为国三巡边长醉不醒，只能在每个日夜将我无尽的想念化作星星满天。遥远的故乡，你是否看得见为你闪耀的泪眼？在梦中又翻越那挥之不去的画面，繁华已是瞬间。无根的落叶又一圈在回忆里漂泊盘旋。向往时又重现，遥远的故乡，你是否看得见同一轮月色皎洁？恭喜侯爷，近来身体可好？家中一切可安好？多谢梁大人关心啊。走吧。这是属下从现场带回来的贺书遗物。是属下失职，今天我无论如何都该将贺婶带回来的。他做的对，你做的也对。起来吧。大人，腾贼被救回去了，他会不会供出我们，起什么祸端？不会，他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他就是王世爵。是如此，当初就该让贺叔贺婶杀了他。大人，您别难过了，贺叔贺婶是为了大业牺牲的，他们能理解您的。多管那臭丫头，若不是她几次三番从中作梗，我们怎会如此狼狈？大人，让我去杀了他。侯爷，侯爷。让母亲担忧，孩儿罪该万死。无事便好，起来吧。谢母亲。来，
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。孩儿已救出腾瑞，陛下龙心大悦，命我继续负责签订和谈一事。但此次的教训你得记住，若不是你漏算，也不至于把自己落到如此狼狈的处境。是。还有，你现在的破绽太多了，是孩儿做得还不够好。天色已晚，我也乏了，你还有很多正事要处理，早些回屋休息。安大哥，安大哥，我跟你说，小慈，你没事吧？这次可多亏了。没事。是侯爷英明。今日大家都受惊了，回房好好休息吧。侯爷一连忙了数日，不回房休息吗？无妨，我先去书房。侯爷，我随你同去吧。好。这是你给我煮的，抱歉辜负了你的一片心意，应该还能喝。侯爷，这已经冷了，不能喝了，我拿去倒了。小慈，我有话问你。你是否在怪我令那对老公婆惨死？抱歉，我有职责在身，当时的情况我不能出手。在侯爷心中，找到那刺客是不是比什么都重要？是。我先出去了。小慈，侯爷，侯爷，江姑娘这是怎么了？无事。对了，那日小慈和魏昭去牢中看你，魏昭可有异常？没有啊，一切正常。封府那日，魏指挥使也对我们多加提点，若他真是那刺客，整件事情中他有太多机会可以落井下石了，但他都没有。今日看那几名贼人态度，还有魏指挥使的狠辣无情，他着实不像他们的统领。那两个运送腾瑞的年轻人身份查明了吗？他们是卢公大公子的侍从。所以那日他们才能经由卢府后门运人，故意让安城看到，引我奏请陛下。卢公，卢公和月落人勾结啊？恐怕月落的奸细早已潜伏进各个喉舌之中。子明，你怎么看？啊，那腾瑞可有透露绑架之人的信息？腾瑞似乎确有隐情，对一切缄口不提。但腾瑞既然已经被救回，和谈之事继续，陛下也暂不打算深究了。眼下和谈才是利好的局面，陛下想来也不会节外生枝。就这样放过那些月落人了？眼下没有证据，我若再穷追不放，只怕与陛下离心。你们最近小心谨慎，务必要确保和谈顺利，不可再出任何差错。至于腾瑞一案，
恐怕还得从长计议。是。许君，你也速速回去，切记莫要张扬，以免有人拿此做文章。属下明白。子明，我不在家这几日，多亏你看着。侯爷客气，只是小慈。小慈怎么了？眼下发生的所有一切，于他而言都是无妄之灾。此次他能平安无事，实为侥幸。如果下次再出现同样的情况，谁来保他？子明，你这是不信我？侯爷，人各有志，有人身在庙堂之高，也有人向往江湖之远。此事容后再议。最近你们辛苦了，都回去歇息吧。是。没想到这番争斗竟以两败俱伤收尾，但愿真的不是你。侯爷亲戚，我其实早已认出一面人的身份，就是当朝光明卫指挥使魏征。他此前对我种种威逼，我迫于威胁一直不敢透露，也苦于没有证据。而现在我有证据可以证明，这是暗夜幽兰，只要踩上必有痕迹。我之前已经使机令其踩过，侯爷一查便知。江辞。找我什么事？我看了，这附近没有人。你饿不饿？我做了不苦粥，你尝尝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几年前养了一只小猫，我特别喜欢它，它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每天都跟它待在一块儿。可是后来他染了猫瘟，村里的大夫都救不活他，我就爬遍了整座山去给他找草药，可我师父还是说我救不了他。我当时特别难受，哭了好几天，可是等我哭够了闹够了再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却越来越虚弱。我当时看着他的眼睛，我好像知道他想要跟我说什么，后来我就只能去求我师父，让他走的时候没那么痛苦。你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？我理解亲手送走至亲的感觉，我都知道。是吗？你也理解亲手害死他们的感觉吗？你理解看着身边的一个个人离你而去，自己却毫无招架之力？
不仅保护不了他们，甚至还要借他们的命来保护自己的感觉吗？这不是你的错。不是我的错，那是谁的？是你的吗？对，是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成功地将腾瑞送出了靖康。现在阿哲阿俊应该在把酒言欢，还有何叔何婶，我还答应他们会为阿兰报仇。是你，你这个罪魁祸首，我早该在见到你的第一眼时就杀了你。是我自以为是，以为可以利用你牵制裴野，到头来却害了他们，而我却还好好的活着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为什么没杀了你？我自小长在山间，对我来说最大的烦恼就是我师父不让我下山去玩。我也不知道这世间有何疾苦，但我这次下山甚至见到了生离死别。你三次伤我性命，我本应恨你入骨，但是我今晚回去就把那封信烧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我记得贺神死时的眼神，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小猫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萧无暇，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月落人，但是我知道他们的死就是为了让你继续走下去。我甚至不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对是错，但是我想那么多人为了助你成全你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，那么你做的事情总归是有意义的。所以我不拦你，哪怕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。真正的不苦咒还差得远。我知道，因为没有灵鹫花。人各有志，有人身在庙堂之高，也有人向往江湖之远。只是小慈，眼下发生的所有一切于他而言都是无妄之灾。如果下次再出现同样的情况，谁来保他？小慈呢？他说身体不适，在屋中休养。怎么不舒服啊？肠胃不适。那就早些回屋歇着，马上要和魏国签订合约。这个时候你的身子可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是。
庆康府中的奴才都已带到。我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们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在庆康服侍大郎，你们倒学会了吃里扒外。主公，这几日府上真的一切正常，奴才们什么也不吃啊。你以为我不在庆康就耳聋眼瞎了吗？若正常，长风卫为何会盯着我卢府？裴炎为何会在殿前吃了那么大的哑巴亏？杀！是。主公饶命！主公饶命！饶命！主公饶命！主公，若是有人有心在府中安插眼线，这些下人也未必清楚。既然不清楚，留着也没用了，拉出去，砍了！是是。行了，主公，主公饶命！走，快点！主公，我已派人将府中上上下下都查了一遍，但大公子身边的人……张真啊，你知道本宫一生顶天立地，唯一报愧的就是我的大郎啊。大郎体弱多病，我却没有把他放在我自己的身边好好照料。主公，何事？南陵铸造司那边遣人来问，今年的货是集中装船呢，还是像往年一样走陆路分批送到？如今有那么多眼睛在盯着我们，我和皇帝之间的平衡随时会被打破。万事不可耽误，兵贵神速，告诉对方集中装船，以最快的速度运回凉州。是。大人，四先生传来密信。四先生这么多年一直潜伏在卢营，轻易不会动用密信。南陵铸造司竟然在给卢鱼私藏兵器。南陵不是裴氏的地盘吗？卢鱼又怎么会跟裴氏勾搭在一起？而且他为何要私自铸造兵器呢？难不成他真打算造反？回信四先生，继续盯着卢鱼的动向。还有，派几个可靠的人，在两国签订合约之日，命他们去到清辉河边，做好一应部署的准备。哎呀，跟魏国这一纸合约总算是签下来了。陛下，我大梁必定国祚绵长啊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臣觉得没劲，这么好的日子，民间必定会高呼陛下万岁。我要是陛下，我一定会藏到人群里，多听听百姓们说的好话。这千篇一律的恭维话还没听够啊？那可不一样，陛下平时在朝堂之上听那些人溜须拍马的叫恭维，但百姓不会恭维，谁对他们好，他们心里尊敬谁，那是做不了假的。当真？当真。
陛下，哎，出来是怎么说的？是，郎主，小的记住了。你这主意不错，出来走走，心情都舒畅多了。让！壮士有礼了。哎，干嘛？请问壮士，为何大家都往河边跑？这你都不知道？当然是去看健女侯了。今日不是太子殿下带陛下出席游船庆典吗？啊，是没错。但这次河豚能成功啊，多亏健女侯能找回卫石，他的功劳那是顶顶的。此言差矣，若不是陛下，哪有我们老百姓的好日子过？嘿，你有完没完？我还得去看健女侯呢。哎，等等我。当初走，咱们也去看看。唐公，请。请。潘安治过营车，今我大梁不遑多让，有陪侯治乡营州。殿下见笑。百姓们不明白，您别放在心上。不是你说的吗？他们心里尊敬谁，就喊谁的名字吗？臣就是随口一说。看来，裴衍拜相是众望所归啊。裴衍作战最擅长的就是绝地反击，这次查案也是这样，所有人都认为他陷入了绝境，但他却在毫无可能的情况下撕开了一道口子，反败为胜。裴衍说许俊是在红峰山遇见的塌方，跑丢了章子。是，前段时间确实下过雨，红峰山遇到了塌方。你去沿途驿站调取许俊一行投宿及换马的记录。是。回宫。啊，干爹，少武。陶总管，那魏某也告辞了。啊，好。萧远见过指挥使大人。哎，魏指挥使不记得了，这是江远，跟您一批入宫的。大人贵人事忙，不记得小的也是正常。好，宋指挥使。魏昭是陛下眼前的红人，你可不能跟他过不去。孩儿只是看不惯他那目中无人的轻狂样子。嗨，哎，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孩儿无能，还未找到往宫中传递赵武消息的人。
江源，不管你怎么恨魏昭，你只有把事办好了，才有可能取代他呀。谢干爹教诲，孩儿必当肝脑涂地，誓死书中。你有孝心是好，不过你记住，陛下最恨怀有二心之人。将来啊，不管你心里有谁没谁，在陛下面前可都得藏好喽。是，走吧。去查查陶子竹身边那个叫江远的。是。夫人，那晚陛下来府的原因查到了吗？奴婢打探到了，内廷司在暗中调查当年齐王被劫案的当值内侍赵武。赵武？他不是早死了吗？赵武是死了，但他有个儿子一直在南陵。我竟不知南陵还藏了这么个人，务必把此事查清楚。是。孩儿向母亲请安。陛下欲重用你，是因为你年轻，正式上历练几年，将来留给太子。可如今百姓只知剑顶侯，而不知太子，你让陛下如何不担心身后之事？孩儿从未有过此等心思。今日百姓声浪如此之大，让陛下如何放过你？当初裴衍父亲殉国，裴家诸房为了家主之争闹得不可开交，朕怕裴衍受到伤害，就把他接进宫里来抚养了。老奴记得，裴侯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样子，但已是出类拔萃了。他虽然年幼，但朕的几个儿子都不如他。果然长大后不负众望，重振长风卫，屡立战功，如今更是民心所向啊。陛下，您对裴衍可谓是恩比海深呢。只怕再大的恩也养不亲呢，不然南陵怎么藏得住如此多的秘密？继续查，不能放过南陵的任何蛛丝马迹。是。还有，让魏昭去查查长风卫的底。是。安大哥，快吃。哪来的？百姓扔上粥给侯爷的。你咋不吃啊？我还特意把最大的留给你呢。成天就知道吃，练功的时候没见你那么上心，日后如何替侯爷分忧啊？安大哥，你比我娘还能唠叨。事到如今，有些事也该告诉你了。你可知这些年陛下一直打压你，打压裴氏是为何？请母亲指点。因为齐王一案，当年陛下命你父亲追堵燕氏姐妹，去让他们逃脱。母亲说的可是20年前魏国那对刺客。事后你父亲虽然极力自证清白，但是陛下对裴氏从未真正的放心过。燕儿，唯有找到燕氏姐妹，才能彻底打消陛下对裴氏的猜忌。孩儿遵命。侯爷，
夫人责罚你了。咱们侯爷今日这么风光，夫人为何要责罚？你们速去查两个人，当年魏国的刺客燕氏姐妹，务必将他们找到。是。燕儿，这里有些盘缠，请姐姐收好，万万不可。赵武的事我已经让你涉嫌，怎可再收你盘缠？姐姐此去一周岛，路途遥远，担心银两傍身，妹妹才放心。姐姐保重。燕儿，嗯，跟我一起走吧。我要是走了，就无人能庇护楼中这些可怜的姐妹了。走吧。听说亲眼见到腾瑞随使团离开庆康后，便先回月楼安顿。派魏国的探子继续盯着腾瑞，他欠贺叔跟贺婶的，我一定要向他讨回来。大人这一番计谋，不仅让陛下对裴衍忌惮更深，还能名正言顺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实在是高。燕氏姐妹可有什么消息？属下已经派人在梁卫境内多方搜寻，但始终没有半点踪迹。这样下去，真不知何时才能找到。销声匿迹20年，想找到，的确没那么容易。今日百姓声浪如此之大，你让陛下如何放过你？许军一行人上京，沿途驿馆留宿以及更换马匹的记录，你可找人打扫干净。前日已派人前去。前日为何不在救出腾瑞后马上将这个破绽给堵上？我再三跟你说过，这批人马不到生死存亡关头绝不能动用。动用也就罢了，毕竟腾瑞一案关乎你是否能入朝为相，所以你托太子给我送信，我便答应你的请求。可你行事为何如此温吞？若让陛下看破，他会不会想你裴家藏了这么一大批人马在庆康，你欲何为啊？是孩儿疏漏，请母亲责罚。是疏漏还是一心只想着给那丫头送药？母亲，并非如此。她与孩儿只是可利用的妻子。此话当真？孩儿绝不敢欺骗母亲。你心里清楚，我留不留的她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谁可红透
头追一段相思于心间，花开如尘缘，深情难退却，总相恋。这一未知缘，随清风摇曳。